用一百斤的肉。太多也不行，太少太多都不行。对，用温水的原因是要用温水去激发粉的活性，这样肉圆的皮才会 QQ 的。它需要手工的东西。好，这就是检查粉浆的浓稠度。制作熟浆就是我们的肉圆的皮的过程。等等，要用滚水加进，对，就是熟浆。肉圆的皮它 Q 不 Q， 就是在熟浆的这个步骤。都会加糖，然后它就会这样，会变得有点黄色的。会有粘性，会不会有弹性，就是靠熟浆这个步骤。这一大桶倒进去里面，它就这样，它就会这样变成浓稠的啊。好，谢谢。好帅。好吃的就是这个土瓜了，伊嘛较甘油，哦。小朋友，快点！用到那个锅边，它会硬掉，所以我们就先关小火。大家人家客人吃的比较多，它很香。
拌，然后再放那个鱼，它是有那种小鱼哦。正常是倒桌上啊，用你看，我们需要很满的，你们要很满啊，对，我是倒成一锅就好了，不行了，这功夫都被你们学走了。可以了，不知道有没有在拍这里。三个才会上蒸哦。哦，好。对，蒸蒸。好。三个两个，哎，不要撞到。最后一个，不知道哎，真的是他们兄弟，老板。哎呀，路也踩得容易啊，对啊，
然后现在就是要吹凉。不会撕坏？不会，破掉没关系。来，这样左手，这样子拨开。拨开。对，拨开，不要怕它破，不用怕它破，拨开。然后这样转、哦、转下来。哦。对，这样，这样就一颗了。有。太好了。好。因为我们。冰过一个晚上，再移过来冷藏，自动退冰。然后，好，那什么？年年的，逐渐的变小。